老黄上午接到了一个活，雇主下午要添人手，于是老黄叫上了何苦。巧的是，来了。啊，我看你呀、啊，我也不那个嘛，黄叔喊我过来的嘛，他说今天。你来呀！我摄像机，然后要你来呀！啊，他那边在。我现在跟他两个在一起干嘛？跟黄叔那边。知道不？啊！哎呦！真的，没骗你，我那个，我你也不能干那个。我往那看，我没完了，我不帮我，没完了，我那帮我，那帮我。我那个你不能干那个。我自己当，我自己不能不行，那不得行。你那个你那个能干那个事儿？他本来不也是。我晓不得是你呀、啊，是你，我也不得来，我就说。你那个很失落。等一下，这个回去我不好意思呗。你啥不好意思？这个干嘛？来。哎呀，我来。要我好来呀？不是给我发工资的吗？我不来那行吗？好的，你那是老板嘛？你弄得行了。还是你动亲自动手啊？哎，什么亲自动手？哪里动啊？哪里没事儿吗？你这个真漂亮！还是你啊？不行，我是个领导的啊！你是领导。好。他有力气啊！这个往哪儿装吧？啊，是吧？那我们再抬，我们。撑住，够大方的吧？这位啊，